香港值的钱，应该很贵。那为什么要送回来？送到新疆了，你也是。那网又响了，你怎么？嗯，没事。मैंने जिसे अभी अभी देखा है कौन ही बोले他这个米太了吧，冷。没那冷。那我们怎么干？那冷。今天我们挺大了，这个叫停。哦，哈哈，哈。提了一个个茶叶子嘛。你刚才说了，我带了红。这个弄的搞笑，你弄。哈。你看咱们。这个可以解决。